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中国大妈频道。今天呢是周五，然后我老公呢想带着我和我妈呢出去玩一下，这是原来的计划。后来呢，到今天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先带我妈去买一个 walker。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个 walker 的中文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老人不方便的时候推着可以走，然后上面有个椅子可以坐，有个篮子，想买东西的话可以放着。因为我妈呢经常腿走着走着就困了，或者是她其实没有力气，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她走路。那这个 walker 呢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的政府 My Aged Care 的发地里面的，她可以买了之后，我可以给她买了之后呢，她可以报销。澳洲政府呢对老人的照顾呢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就像我妈这样，她实际上是当时旅游来澳大利亚的，后来呢因为碰上疫情，所以我给她申请了移民签证。申请移民签证之后呢，她现在是等待期，但是呢她已经有 Medical Card， 然后呢她可以享受澳大利亚政府老人的一些福利，就像她现在呢每周呢有一个Care Worker，就是护工呢来我家来照顾他有3个小时，然后他平常吃的一些保健品啊，像鱼油啊、钙片啊这些东西呢，我给他买了之后呢，政府也可以报销的，就相当于政府在就是帮助子女呢减轻照顾老人的负担吧。实际上我妈的这个 My Aged Care 这个 service 呢，它审批的是 Level 3。因为申请这个福利的老人比较多呢，所以一直在排队。我们也是申请了之后排了3个月队才开始让我们使用这个服务，而且呢是从 Level 1开始的，就等于说呢一年呢政府给我妈大概有9000澳币的钱，我们可以用这个钱呢给我妈请护工，但是实际上真正花在我妈身上的并没有那么多钱，因为政府把这个钱呢是发到一个 agent， 就是一个代理机构，我们呢是找人来服务，服务完了之后呢，这个服务的人呢通过这个代理机构呢领到这个钱，所以呢有20%到30%的钱呢实际上是比这些代理服务机构给赚走了。真正用到我妈身上，真正发给这个护工的呢可能连一半都没有。我们到了医院了。Can you park here? No, I can't. I have to drop you off here. Where do we meet? We're meeting the lobby. Okay. I think this looks better. Yeah, look at anyway.Bigger wheels are better. Yeah, we order this one, absolutely. If you think it's right, we will order that one. Can we go outside with her? Yeah, that's absolutely. Yeah. 你推歪车去，推歪车到歪车走过去。I want to see how she's walking, because I'm more concerned about her left leg, the way it's going. Yeah. So this model can be outside, inside as well. Yeah.Okay, 你往外走嘛，Yeah, her leg, I know. My problem is like, I've noticed she's hit the wheels a few times. Whichever one she will do that, I know. Yeah. Because her leg is too wide when she was walking.Quite good. Do you think this higher? The arm is too high? The arm is too high for her. I guess it does need to be lower, so once I get the lower, you get her to get.Okay. I'm going to see how she's turning with it. Okay. 妈也站过来，从这站过来，绕起这个站过来，
炸过了啊。医院门口这不好停车，等着我老公过来接我们呢。从那个医院里面出来了，刚才我妈试了轮椅，那个卖轮椅的地方呢，那女孩服务真的很好，不同的轮椅她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功能是怎么样的，我妈试用的这个高度，还有胳膊的高度和那个轮椅腿的高度，这些呢之前呢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今天才去买轮椅才知道这里面的讲究还是很多的。所以呢买轮椅的时候一定要到那个卖轮椅的地方，而且卖轮椅的地方要有 physio， 就是那个专门做康复的那个师傅，他们知道这个，他们可以给你介绍和推荐，他可以让你试不同的轮椅，然后给你选一个合适你的。今天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个。后来我妈试了一个之后呢，那个新式的一款轮椅啊，一个新式的那个 walker， 然后它那个轮子比较大，我老公说轮子大的话比较好，比较容易控制，然后它那个握手呢也比以前的那个宽好控制，我妈也比较喜欢那个款式，但是我妈试了一下，但是那个地方呢它没有适合我妈的高度，它这个分为高的、低的和中的，只有中的，没有我妈要的那个低的，因为我妈个子比较矮，所以呢我们在那预定了一下，到时候呢他们公司呢会派一个人拿着适合我妈高度的到我们家里来让我妈试一下，等我妈试完合适，然后给我妈调整好我妈适用的高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付款买了。我觉得这个服务还是蛮贴心的，我还以为这个是要付钱的，我就说那谁出这个钱呢？因为澳洲的人工是很贵的，派一个人来我家，我的心里琢磨这可能得几百块钱吧。后来问了之后，他们公司说他们这个服务呢是免费的。我们现在要开车去给我妈打第三针的疫苗了。我妈的那个疫苗上次预约了之后，因为我们去的那个 Eastwood 那边华人区停车比较困难，那天我老公有事不在家，所以呢我没法去，上次预约的就取消了。今天呢我重新在网上预约了，正好呢他们还有很多名额可以预约，我老公正好在家呢，我们就可以开着车带我妈去打疫苗了，顺便呢我老公还要蹭我一顿饭，嘿嘿嘿嘿嘿。So you bring mom to for vaccination up by your lodge. Okay, that's good. It's okay? I'm the only one who look after her in this family. Oh, you are the only one look after her. Okay, good. Everybody else don't look after her. Yeah, I know. Especially her daughter is a very bad woman. Oh, tell me about it. Yeah, you know that. But that's a secret, okay? Don't tell anybody else. Okay. 好吃，好。这餐馆里面把一半围起来了，不知道上次来还挺满的，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客人少了，所以人很少，只用了一半。嗯，面包 ？No no. Where? Trying to walk. And they couldn't walk properly. Against the table, and we asked to walk away. So they stayed there. They wouldn't move away. They do the same for mom. She can't move. She stayed there. You go away. That's right. 我去那家聚丰源去买那个招牌小笼包，每次我们走到 Eastwood 都要来买这家的小包子。
刚才买完了这个小笼包，然后我去对面的那个乡巴佬卤味，这个我还没有去过，今天想买一份卤味尝一下。这边还有个木桶鱼，下次带我女儿来尝。我老公没法吃这个，因为里面有鱼刺。回来了。你好。你好，嗯。我要一份夫妻肺片。嗯，然后不知道你们家口水鸡好吃不？哎呀，我们家口水鸡卖的特别好。是吧？你尝一下才能知道。行，那拿一份。尝一下就知道好不好。你看来你是老板吗？还是你是？对呀、啊，你老板雇你可真是会说话啊。不是会说话，确实是口水鸡卖的特别好。是吧？嗯，还有什么凤爪？五谷凤爪，就这个东西啊？对，还有熏鱼老好吃。五谷凤爪，行，来一份吧。看，真会做生意，让你老板给你涨工资，对，加薪必须的。对，等我开了店，我挖你啊。好。还有熏鱼是什么？我看看你的熏鱼，嗯。这是人行道，这必须停在这儿，等人都过去了才能走。这个地方呢都是华人，基本上你看那些店里面的招牌啊，什么都写的是中文。我们要回家了 ，Lovers，Lovers。每次我妈来这看病，看病是免费的，但是我会花很多钱在这吃个饭啊，买菜啊，然后花了一大堆钱，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回家了。